女神，女神，这样出来了，哎、我前面走的。那我们来给女生一个位置啊，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女神，哎，好像准备了礼物哎，对对对对对，要有仪式感，女生到前面来好不好？女生到前面来，哎、好，然后刚准备了一束花来送礼，是的，是的，是的。你要送吗？你不好意思说了，对不对？没有，因为我刚拿这个话来跟我说，你是花童吗？我想说，哎，也不好这么讲的。我这个岁数啊，当花童有点超龄了啊。但我觉得女神来了，必须要送上我们最美丽的祝福啊，一束郁金香。漂亮吗？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惊喜，对，小惊喜，最美的郁金香嘞。是的，它其他都已经是浮云了，对不对？好，郁金香的话呢也特别特别漂亮，是荷兰的国花。其实飞利浦就来自于荷兰的百年大品牌了，对不对？那这一朵郁金香的话呢，今天也是飞利浦的代表，所以带着这本代表的话呢，我们请女神落座好不好？好，来落座，谢谢。我们怎么做？都可以，哎，这边，这边的座位，C 位是你的座位啊。倩倩是不是也有一时间就是懵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刚才一度觉得，哎，怎么这么多环节了？突然，好，欢迎女生来到直播间。然后的话呢，今天来到这所有的粉丝们，赶紧要点一下关注按钮了，因为这里是来到是飞利浦在抖音的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啊。然后今天有女生的莅临，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今天女生有非常多的环节要来解锁啊。第一个的话呢，今天我们来吧，坐中间，我坐中间，我配吗？哦，我坐后边，是吧？哦，这是身高比较高的原因的礼遇，对不对？哦，好。那我们现在三角就这样对话，圆周对话。好，可以。好，然后今天先这样吧，因为高明的话一直认为，好的，那很不舒服。好，欢迎大家到来，欢迎大家。今天一定要持续留意直播间了，包括今天女生有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其实前面的好几轮，包括了前一小时的话，高明也在直播间陪大家走了非常多的时间。我这样坐的离你稍微近一点。对，好，可以。对，我不能挡住爸爸。我是爸爸挡住了你。爸爸清楚，妈妈都在了。今天，那这样啊，前面的话呢，高明也挑战了非常多的成功的歇后语。今天这一轮，要不开场，让大家粉丝们也。见见两位的这个唇枪舌战好不好？那然后的话，两位粉丝纷纷大家打出的是不必了，粉丝纷纷打出不必了，他们说宋茜好美啊，然后说特别特别特别美啊啊！再次欢迎大家，你说你话筒没开啊？说你话筒没开，开了啊！再次感谢大家莅临啊，如果还没有关注赶紧关注一下直播间。开场的话呢我们就直接来了，杠起来了。然后两位的话呢要来这个歇后语的抬杠。你吗？然后开始的话就是你先开战吗？要我先开战是吧？我觉得就是歇后语这个事情吧，我自己可能就是因为接触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啊，从小到大的，我不如给大家就上一课好吧，来。哦，来，可以，你要坐在前面还怎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希望他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在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吗？来，那我就站到这边，就是当一个短期的小老师的感觉，好吧？可以，对，待会儿再回来好了。啊，是吗？会不会又出话了？我是的，因为我不是，那就这样吧。好，我不懂。对对啊，对，教大家就是平常怎么用歇后语的话呢，征服到这么多的粉丝的高明。我没有，我是觉得歇后语其实它是有一个就是整个的成文逻辑的。对，它有一些是有成文逻辑的。你比如说，当有一些动物放在一起，它就有一些固定的搭配。什么呢？对，比如说狐狸啊，老狐狸给小狐狸上课。然后呢？这就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胡言，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有学到吗？学到了，它是有一些就是特质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个老的细节，就是比如像老太太啊、老头啊这种啊，像老太太上楼梯，这应该是什么呢？想想老太太或者老头上楼梯的时候那种蹒跚的感觉，他能用什么来形容呢？他是不是要摸个什么东西呢？要吗？要捉摸不透。那是捉摸不着，倒是也可以。但如果有的摸，是不是要摸一下扶手呢？那会安全一点。对，那老太太上楼梯或者老头上楼梯是什么呢？就叫不扶不行。哦，我觉得好难啊，好难，对吧？这个还是挺难的，这个还是需要你的强大的大脑的，就有一个库在，对，它是有一个库在。OK 吗？可不可以接受他的挑战？因为这个挑战还是要来的，对吧？我以为这个挑战可以让我划过去，没有想到。
今天的话呢，就我觉得与其啊我们来做挑战，不如我来问一些就是我真实的，嗯，因为跟宋老师合作过还蛮多次了，最近这段时间，嗯，每一次我都发现啊，这个发量啊是只见多啊不见 少，而且颜色也变了。啊，那你是确实了解的有点短了。啊，我在5月30号的时候就知道宋老师的发色了。对，就是想问一下，因为之前那个护发 vlog 上次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也在聊这件事情吗？对，有一些就是这个小小的头等大事的拷问，嗯，哎，哦，想要问一下，这问题是你私人的问题还是粉丝们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私人的问题，但是也代表了一小部分福利。对，哎，好，对，发量这个问题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不是我凡尔赛哦，嗯，就天生发量多，我妈就给我生了发量这么多，怎么办呢？就是凡尔赛本赛呀，啊，对啊，但是飞利浦爸爸又给我后天的支持啊，又是一层保护，是不是？对啊。那如果今天想要。这是让您分享一个你的护发秘籍，嗯，或者有哪些护发工具可以给屏幕前的朋友们。护发秘籍，首先我觉得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对头发不好的？我以为是要是对头发好的，我以为要知道你自己啊，有几根头发可以护，打个问号了。对，你看我们，比如说，就像我们可能是平时，比如说洗护方面，你会说想要适合自己的发质，你可能会挑品牌，你可能会挑很多东西，会想很多，比如说它的什么什么成分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就是专攻的哪个效能啊、功效方面啊。但是我觉得。工具上面也是非常要用心去挑的，你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卷发棒它是要高温去烫的，对，那有些卷发棒它可能烫的是出卷的，嗯，但是它的材质它包括对头发的伤害，你每天一复一日的，特别像我们工作就是我每天都需要做造型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它的过烫的话，过于烫，然后我又长期去这样做的话，它一定对我的头发是有损伤的。就出卷的，出卷的同时还会出事儿。对，所以对，一个卷可能它就变成永远的卷了，对，所以说定型效果太过 over 了。对，所以说在挑选工具上面，我觉得也是要了解更多的，要找更专业、更安全，然后更不伤。头发的，对，但因为刚才正好说到了烫染这件事情嘛，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论是男生女生啊，都会在烫染包括发色发型方面有非常高的这种需求，就经常换个发型啊，甚至每天都希望自己每天都换颜色，对，都换颜色是有点夸张，但是都换造型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对，那就是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在一方面呢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呢又可以保护头发的工具？哎，这就是刚才我从郁金香里面找出来的我们的郁金香卷发棒，就是时间，就是你使用的时间又可以很短，然后又可以很快的成型，然后又很容易的就可以让哪怕你是美发小白也可以做出你想要的那种自然的卷，或者是更专业一些的卷。对，因为你刚才没有在，刚才跟我一起搭档的那个女主播啊，确实感觉那个头发是刚接来的一样。是借来的还是接来的？借来的不也是借来的？他就有一种，就是他拿着那个卷发棒，就是往里一直生怼。他甚至连插电这件事情都忘记，但他依然卷出了非常自然且舒适的头发。是的。所以对小白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对，非常友好。而且可能女生有的时候，因为我以前见过，就是真的自己卷头发爱美嘛，女生。对。然后看着你又要看着镜子去卷，它很容易会烫到脸。对。但是这款就真的不会。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对，因为它是一个几乎是包裹式的一个设计，对，而且就是你只要，比如说只要上手的快，然后时间整体的使用时间缩短的话，它就不会说你会觉得是烫，可能一点温度都没有，对。那您平常就喜欢做波浪卷的一些造型吗？还是怎么样？我会根据我的工作需求来做了，但是其实女生嘛，要不然就是拉直。要不然就是做卷，是，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不然对就剃光了，就也只能。对。所以它的这一款造型的话呢，包括卷发的话，它有没有不同的波浪卷的呈现形式？它有三种温度、三种时间，还有三种不一样的方向。哦。包括你时间如果短的话，
它就可以呈现出更自然的大卷。哦、你如果时间长一点的话，它就会呈现更有弹性、更丰盈的那种，就是多的卷。我觉得想象空间好强啊！那不这样吧？是的，你是要给自己卷还是怎样？没有，我就是在自己在给里面默默的加热了，已经。对，我已经在默默的起来，因为它是感觉不到的。对，它是温的。对，温的。它还没你冬天的暖宝宝温度高呢，但其实觉得烫。对对对，但是里边确实别摸啊。是，也就是说，其实在每次使用的话呢，预热30秒就可以使用了。对，要不这样啊，今天的话。话呢，也为宋老师的粉丝来到直播间了。要不这样，我们请他来作为模特代表，让他的头发来给两位做造型，好不好？来帮他来做造型。好，好，来来来来，你不能给我们俩做造型，对，很开心。如果有这个荣幸的话，来来来，啊，我的天哪，好幸运呐！你们羡慕羡慕我有这么长的头发？羡慕吗？羡慕。我以为说羡慕羡慕能见到宋老师，是不是？羡慕你有这么长的头发？不不不，因为我有这么长的头发，脱了头发的。我见到了宋老师，老好了。哇，来来这样、啊你不要急激动，你的脸现在跟你的衣服一样。小蜜好了，我能站稳，我能站稳。站稳 啊， 坐中间。来你，我天哪，坐中间，对对对对，坐上来啊，坐上来。然后这样的话，你需要我们的吹风机给你吹一吹，可以的，可以的，凉风，吹热风，凉风，真的可以热风。我的祖坟都冒青烟了，我现在左边是宋老师，右边冉老师来。来啊，这样啊，我们要准备两台机器，对不对？然后就这台哈，然后宋老师拿一台，都已经开始预热过了，全部预热过了。然后两位的话呢，要来帮这位粉丝来做造型。梁的话呢，你们自己分一下吧，哈，一人拿一半。你到底要站在哪儿？这个头的话就一个啊，发量的话各分一半。好，然后的话根据你们的想象，包括的话觉得他今天的妆容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波浪卷的方式来给他做造型。嗯，好。想采访你一下，你对于这次造型有什么样的预期吗？对，没什么预期，就是你自己你们看着发挥就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哎，感觉抱着抱着那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脸上希望的感觉，他脸上那种粉红立刻褪去了，他冷凉，他冷静了，他对你们俩都好像不抱任何的期待。对啊，只是对我不抱任何的期待，对宋老师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的。有的有的，希望你对宋老师多一些基本的尊重。好的，直播间的粉丝他姓海，骂他。好，那这样啊，接下来的话呢，两位开始做造型了。待会儿的话呢，我们各位粉丝要评判一下，到底是我们的宋老师的造型。普通话也听起来有一些骚哦。宋老师的话呢，到究竟两位谁更胜一筹，好不好？大家的话呢，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包括的话你们压谁赢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反应，好吗？嗯，然后是不是哇？直播间的话呢说。要是他坐在中间就好了，羡慕吧，羡慕羡慕吧。那如果想要坐在中间的话，可以啊，多多关注飞利浦我们抖音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那未来的话，也会有机会，您也有可能来坐到直播间当中哦，跟这位粉丝一样。哎，我想问一下，现在在坐的感觉怎么样？会不会担心会烫到头发呀？没有，不会，完全不会，完全不会，对不对？高明这一边的话，你做了没有啊？我做了，我是在我在设计，在设计，在想，在构思，对，在设计它。那宋老师这边呢，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而且的波浪的呈现方式已经初见雏形了。对，因为他有点他太激动，有点出汗，所以我不太敢使劲的拨他的头发。没关系，没关系，啊，不担心，不担心啊。我想问一下，在使用的话有什么小技巧吗？嗯。就是你首先要选好温度和时间啊，就是你想要的什么样的卷。对，然后八秒肯定是最短的嘛，那最短的话它呈现出来的卷一定就是比较自然，自然比较大的那种波浪，然后170度的话它就会比较自然，比较对，然后就是你要选方向，看是往左卷还是往右卷。哦，对，而且中间的话还可以选择往副方向的一个卷，对不对？对，好，我第一次给别人卷，我也是，我有点紧张，我也是很紧张，我觉得更紧张是坐在他那位，我很怕，我很害怕，好，让我两个人贴，我们俩贴你这么烫是不这么近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大家的话呢，也可以参与我们抖音带话题的一个互动啊，发视频来晒视频 at 飞利浦抖音账号，然后的话呢，还能够获得更多的礼物哦，点赞最高的粉丝的话，有惊喜礼物送给大家。哇，我觉得我这一流。无敌了，我赢了，我赢了，你看看，可以可以，你说你赢了，粉丝不一定这么觉得啊，天哪。大家说到底是高明赢了呢，还是宋老师赢了呢？你不觉得这绺，大家不觉得这绺头发看起来很有食欲吗？是什么呢？方便面吗？没有，就是那种很高
很有光泽感的那种麻花。哎，我觉得说到光泽感就特别好了，因为对，因为他们家这个就是我刚才用的这个温度，而且还不低嘞、嗯。我用的是190了，但它烫完之后，我这个也很好啊。对，它不毛，它也不会糙，它就是亮。其实我们看到里面这个卷发棒的棒芯啊，它这个是用到了一个角蛋白的陶瓷涂层，所以在卷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让你卡毛发，非常对对对对，绝对不用担心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会用或者那种自动的那种，它容易就是卷卷卷卷就卡住了，然后你就会觉得疼，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绝对不会，对，没错。而且经常你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最人性化的是它有一个时间的设计，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卷头发的时候是不知道要夹多久，它容易把那个头发就是夹夹到飞起来。而且你整个头发的话，如果你这一撮可能的话呢夹的久一点，那一撮相对时间短一点点，它就会不均匀，对不对？对。那我们设定温度是固定的温度，你整个头发起来它的一个发量啊，包括它整个造型是统一的，是和谐的，嗯。两位现在进行的如何啦？有三分之一的一个完成度了吗？嗯，也不好那么说，也不好那么说。我觉得宋老师好像一直在去找头发的发量啊，你是担心说太多还是太少呢？嗯，没有，我是，哎呀。是他头发有点出汗了，然后我要给他顺一顺，我怕我拿他头发的时候就是揪到他的头发。那个呢？那个头，这个头，这个头，我要用外挂了。对，我要用外挂了。你们说体贴吗？我有外挂。那外挂这样。王姐姐，你把我后面这个也梳一梳。真的，大家快看这个，一梳即顺啊！我们虽然是用了郁金香，但用另外一个，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啊！头发直了更好夹卷啊！本来就有点热。哎，不是你的意思是你刚卷完之后要全部再来一遍的意思？不是不是，因为它后面有点毛躁，哦、但用那个梳完了，因为可能用的不是就是飞利浦的吹风机，对不对？刚才。不是，他不能是对吧？就是看刚才用过了之后，立刻柔顺起来了这个头发，你看完全不会起毛躁。对，托尼老师、啊、就是很专业，很托尼的感觉。高明真的是特别的专业。这个最好的就是，你看你一只手只要放进去以后，你就等着就可以了。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完全不费劲儿，对不对啊？好，你看有点冒蒸汽，是因为他真的出汗了。倒计时最后一分钟时间，然后不管怎么样就要完工了啊，就给大家呈现了，嗯、好吗好？然后大家看到了吗？现在。他说哇宋茜好专业，然后的话都说要加油，他说你最厉害了。哎，姿势也非常的帅。这我要加什么油？他说你要，他们都说你看要哇好厉害好厉害厉害。有飞利浦的郁金香卷棒在手，我还要加什么油？对，根本不需要，对不对？对啊，就底气啊，很有加持的感觉啊。好，来倒计时最后的30秒钟了，加油了啊，要赶紧的话呢给这个粉丝来做一下整体的造型的一些搭配，或者的话其实你在卷的时候你想想前面应该怎么样，后面应该怎么样，或者的话平常在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那卷完之后是不是要做一些造型，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对不对？或者说一些定型的一些喷雾啊，这个需要吗？嗯，就是如果是更日常的话、嗯、你就可以把温度和时间都调到最低，最低，对、嗯、就会出来特别日常特别自然的那种、哦、但是你如果说比如说我要去赴约、哦、对，或者是我有什么行程、嗯、我就可以做就是更丰盈，然后更就是更有造型的那种，对，更那种卷感觉，对对对、哦、好，来准备倒计时，3、2、1，请停止。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对，粉丝也可以看一下镜头前面，然后看一下手机您的一个反送的效果啊。我现在是要看到，来，您这样，您看着手机，我要看到您第一时间看到发型的、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看到您发型的表情，我要看到你。你没有，你有那个啥，我是能拿这个的。去了让我输一下，让我输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说的什么。你把头给我。托尼宋，你有新的名称了，叫托尼宋，太专业了。托尼宋太专业了，然后忙忙碌碌，很专，很羡慕，对不对？好，大家都说宋茜赢了，赢了，赢了。哎，那这样的话呢，既然的话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使用的一个感受之外，我们问粉丝的意见，好不好？刚刚的话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很激动很激动很激动？激动的都一直在冒汗，冒汗都冒烟了。但是我觉得像宋老师的话很贴心，一直的话帮你去捋顺头发，然后再帮你做造型。嗯啊，现在刚刚明明卷的还蛮漂亮，为什么把它梳的又很散开来呢？嗯，就这样，就是更自然、更自然更飘逸的感觉，对对对，对不对？而且很丰盈，就显得头发你一下发量就好多了很多。哎，嗯，你看是不是？哎呦，都快跟你一样了呢。这个发量。来，这样，各位粉丝们，刚刚的话呢，像高明拿了一把这样一把郁金香，包括宋老师拿了郁金香，大家想不想用我同款呢？想要的话，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对，我这边连基本的点评都没有了。想要，想要。我就问一下你吧，你看到我做的这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是你是因为直播间，你是因为直播间不太能说脏话吧？来，来来，坐中间。我觉得胜利的就是要。要我中间，我可能人就没有了耶。来，没关系，我们调整一下啊。好，来，这个给你，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不如把这个牌牌留在这儿吧，对吧？好嘞，对吧？谢谢，这样就干净了，面前。哎，没事儿。好，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再次欢迎大家到来，大家想要对吧？都想要是不是？这个那这样，宋老师给大家来一波福利好不好？我们直接的话呢，把两位刚刚用到的郁金香的卷发棒直接送给大家。哇！我们两个人用过的那个吗？用过的，对的，用过的送给大家呀！啊，天哪，有你们用过的。我看一下大家在说什么啊？大家都是想要啊！大家都想要宋老师的。对呀、啊，对。那这样啊，我们就送三台。拿到宋老师的是真幸运，拿到冉高明的是真晦气。能不能换一台，对不对？好，我们来个口令好吗？真的是大骂真晦气。口令的话呢，发个福袋口令，总共送三台，送三台送出去。另外一台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礼盒。哎，我觉得可不可以要求就是宋老师的那个可以签上名字啊？可以啊，可以啊。对，那我们送上郁金香的礼盒给宋老师来签名。对，就直接在我们的一个卷发棒上面签名好了，也可以，好吗？好了，直接在上面做签名，你也要签。哎，我也要签啊。要签啊。已经不是真晦气，是更晦气了，到我这儿。大家都想要，只要是能送，能抽到就可以。好，福袋来，赶紧的给大家发一下好吗？发三个福袋，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福袋，因为增加福利给大家，所以是一个福袋里面有三个名额，送到去郁金香的卷发棒啊！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亲笔的签名，太棒了啊！然后这一台马上就会属于你，但是一定要加关注，加一下粉丝团，才能够拥有抽奖的资格。来，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签？我觉得我糟蹋了他，我觉得我糟蹋了这个郁金香，对不对？然后这有些话我自己说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你就不要再接了。这两台再会送给大家啊！来，赶紧的话通过福袋去领一下。导演发福袋了吗？来，我们三二一，给大家发一下福袋，好不好？后台是福袋，好，四三二一，都想要，都说想要姐姐的，好，那今天的话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全场消费金额最高会送小金桶的一个这个造型器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单品一定要多多去下单。另外今天宋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签名照，那么接下来也会通过截屏的方式来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的话送完福袋之后直接在现场来截屏，待会儿会有截屏截中的倒数第一位粉丝宝宝必须加关注，同时加一下粉丝团，好吧？来，我们帮我来倒计时五秒钟，然后送一个您的签名照，一定要五秒吗？三二一，也可以，就想更快的把礼物送出去，对不对？好，我刚才无数次也有这个问题，每次都是五开始，对哦，对，来。这位粉丝有加关注加粉丝团的名字叫做小西瓜子，要不从六十吧，有加关注加粉丝团叫做小西瓜子啊，他的名称在这边啊，我们把它圈出来，看到了吗？是的，好，可以了吗？哎，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刚刚这位粉丝的话做的造型大家都说特别满意你给他做的一个造型，而且的话呢也特别认可您托尼老师的一个功力了啊，那如果说来夸夸这个郁金香的造型神器的话，要从什么维度，包括的话你有什么话语来夸夸这台您使用过的或者想要送给粉丝的这台郁金香的一个造型神器卷发棒，然后两位来 PK， 待会输的那一位哦是要为赢的那一位来做造型的啊，想好了，所以一定要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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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金香吗？是用郁金香吗？是。你是说应该是说用去形容用了郁金香的用户吧？拥有郁金香的，对吧？可以。对对对对对。然后两位是谁先来？要不先高明先来？我觉得既然郁金香是花的造型，不如我们就每一个都跟花相关。好啊，可以吧？那倩姐来一个先，我就先赶快接一个口子。如花，貌美如花啊，貌美如花，貌美如花。我这边还有什么呢？花，没有钱花，没有钱花什么鬼？但没关系，今天郁金香便宜啊，用了它之后你就有的是钱花了啊。我上一个啊，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哦，也可以哦。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带花了，对，
昙花一现。什么鬼？它不是一次性的。姐，昙花一现说的是一些大量的问题吧。哎，我觉得这个真的绝对不能放过，绝对不能。这么多年我的头发不就是昙花一现吗？但只要用，但只要用了郁金香解发棒，就是柳暗花明。啊，又一撮，哎，柳暗花明又一撮啊，柳暗花明又一撮。嗯，然后还有吗？嗯，还有吗？还有什么花？你来一个吧，有点难啊。万花丛中一点绿，这样啊，这是你自己吗？说你自己吗？我可不敢，这是鲜花，鲜花在这里，我可不敢啊。那这样吧啊，今天的话呢，两位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对于我们郁金香的用户，包括的话呢，使用过郁金香的发量的话，也特别的认可啊。要不接下来，其实除了我们的造型神器之外，其实还有就是吹造型的神器，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好吗？啊，来推荐一下哈、啊。接下来我们来拿出两一款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和守候的一个吹风筒给大家。然后今天的话呢，这一款郁金香的造型在购物车里面有，点开下方的小黄车，在三号链接当中。今天厉害了啊！今天这一款造型神器的话呢，我们的礼物也特别特别多。来，导演，请让开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礼物。来 ，T 四版，来。我们看一下，今天郁金香的话呢，给到大家的一个礼物也非常非常的多啊。同时的话呢，会送到的，来这两款还有塞下去礼物，对不对？哦，好的好的好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到手价格也非常划算，三号链接799的到手价格就能拥有它了。如果你也想要拥有宋老师的同款的郁金香的造型神器，今天要赶紧去下订单，在三号链接当中到手请去799。然后接下来要给两位来筛选一下啊，送这个啊。好啊，这个是送给了我们的一个郁金香，郁金香的卷发当中会有什么呢？会有一个补水衣给大家，补水衣里面是会送给大家，这是额外加赠的礼物，价值499的一个价格。然后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两位要来挑盲盒，哎，挑盲盒挑中的盲盒的话呢，我们来为把这两款礼物带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好吗？好，首先的话，请杨老师来挑选一下。你都给我了，我还有什么可挑的余地呢？那我就随机拿的吧。真的是因为我的梗，真的，让我无法接你的梗了，已经开始。好，来 ，OK， 看一下，哦，哦，这个是，啊、来，哇，我是小花筒。好，然后来看一下，嗯，这两款哈，造型都特别的美哦。啊、哦，来，哎，我这还有一头啊，你那已经装上了。嗯。你这个是按摩的时候才用的按摩头，按摩模式的时候用的。哦，好，装上立刻高级了。其实吹造型的话，包括吹干，男生对不起，菲利普老师，跪下，对不对？问一下赵明，平常的话呢，吹造型应该有些心得。你对吹风机的要求是什么？我对吹风机的要求就是足够的温柔，他能真的懂我。我跟他，倩姐，你没有那个脱发的烦恼，你吹头发的时候也不会掉多少头发吧？还好。或者掉了会长很快。我是哦，我是掉了又长的那种。哇，我是掉很多，然后又我是掉很多。这句话呀，更令人生气了呢。又掉又能长。有些人啊是掉了就不长了，对于我来讲就是这样的。毛囊就自动休眠了，对吗？你用劣质吹风机有过吗？应该我大学的时候会。我一直用飞利浦，也不知道有什么。确实，现在就没有感受过，对不对？在当年我还年幼无知的时候，买过一些就是过于劣质的吹风机，为了图速度快。哇，那一刻我真的理解了一首诗，就是。脱发这件事情，就有一些他为了快速吹干头发，只是用高温去，对，他是烘干你的头发，然后那个头发就是哗啦啦的掉，就是你到最后你会怀疑，原来脱发这件事情到底是风的不温柔，还是毛囊的不挽留？哇！那今天的话，可能又要，可能他需要一款什么呢？只是悲惨的人，只是个秃人。没关系，今天不用担心，因为高明今天这一款的话，它既能够给他快速吹干，同时还能给他的毛囊来做按摩。是的，对，而且我手里的这个还是可以锁住。其实很多吹风机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走到那种锁住水分的概念，它不只是吹干，它更多是吹完之后很润。那宋老师呢？您自己呢？您对吹风机有什么要求？嗯，我首先就是你要我头发多嘛，你要吹得快，然后呢又不能吹得太就是太干燥。对，然后就是。最尽可能的就是还是就是可以恒温啊什么之类，就是一些很智能的一些功能。对对啊，那今天这一款我跟你讲哈，拿这款小花筒的话就厉害了，因为它的出风温度一般来说，其实吹风机的话它的出风温度比较高，将近有70度左右。对，但是
这个小花瓣的一个造型，它叫小花筒，它是能够达到一个低15度左右的温度，嗯，然后在出风口的时候的话，让那个温度的话有更多的一个扩散的感觉，对，它可以更大范围的去帮你把它吹干，那个风是快速吹干，很宽泛的，发亮的效果是，对，所以是更蓬通、更蓬松、蓬松，对，更加的丰盈，哎，对，没错。那今天这两款的话呢，我们先讲讲说是这一款了，这一款我觉得很多女孩也必备的一个单品，女生的话去求吹发容易干、容易快的一个效果，我跟你说，女生买东西颜值很重要，对，哎，颜值很重要。那这一款的话，颜色粉粉的，一个类似樱花粉的一个颜色，对不对？对，是的，很嫩，然后拿起来也不重，嗯，对，然后它的封嘴又是这样子花瓣型的，嗯，就整体颜值我觉得就是很打动我，无敌。对，它放到宿舍里面可以当装饰品的那种，对，而且它可以折。哦，出差啊，出差旅行，对，很方便，对对对。而且还有发现它的一个瓦数啊，2100瓦大功率了，就真的是托尼老师必备的单品。是的，是的，嗯，吹得干，吹得 快，但是吹得不凶。哎，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对于头发，而且还能吹完了又蓬松。对，因为它这个风嘴会变大，整个那个风头。哎，还有女孩子如果是经常变换不同的造型的话，会不会对发质也有受损？肯定的，肯定会。你特别经过你，不管是我们烫啊，还是卷什么东西，嗯，你都是要经过高温的。嗯，然后包括一些你要染发什么的话，就更。对头发损伤更大了，哎，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一款的话呢，它是一个出风口能够降低15度的温度，那就厉害了，嗯，对不对？嗯，哎，就瞬间插上了是吗？哎，但不是我们这个吹的风，哎，不是不是不是，嗯，不是，嗯，那这一款的话呢，其实你的劳动合同也碎了，这款超厉害的，你的劳动合同也没了，对，他就说他的一个毛囊，其实我觉得你发量还挺足的，真的，你真的很会说场面话呀，真的呀，从九点开始到现在没几句是实话，我感觉你。我看一下，你看一下你自己。因为我其实真实的从大学被吹风机伤害过之后，我就及时止损，开始用一些真正能够温和呵护，但同时又能高效吹干的吹风机了。那我手里的这个，其实就是宋老师应该对这个非常了解吧？这款超级智能，因为它有一个 Sense IQ 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只有这个吹风机才有的，是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它能够监测到你头发的温度，你可以帮我插上它吗？谢谢。实时监测到它的温度，是的，然后好像是一分钟可以变化30多次的，就是它的温度，就感应到了，它就给你降低温度，嗯，感应到了以后就给你变化温度，哦，它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一个很健康的温度。对，我觉得这个吹风机它就有了一个人非常重要的特质，识相。对，我觉得我缺什么补什么，我太需要它了啊！太需要它了。它是就是像刚刚宋老师说的，就是它是根据你头皮的近距离啊、远近，包括你的干的程度，它可以自己调节。对，因为我自己经常有时候吹头发，你要是看个剧啊或者干个什么的时候，就发现。你吹个头发吹那么久，吹头发还要看剧啊？干嘛了？那么大的声音，就是有风的声音在旁边。回个微信，你还要看一个，回个微信了。你都在吹，还有一只手去回微信。确实不用看了，因为没有，因为没有几根了，吹得很快了，呜一下干了，没有几根了。好了，放过你。毕竟没有几根啊，给大家看一下。对，而且这个打开之后，你看到它后面就是它的模式选择非常的多。对对对，它有这个速干，你着急出门就用速干。对。然后还有柔和，对对，柔干就可以慢慢的温柔的，然后让它吹干。还有手动就是你自己调节这个风的速还有温度。对对，风速温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然后要先安装上这个按摩头，它这有个箭头，按摩仪的感觉，对吧？对它，而且它这个很软的，其实它没有说是扎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然后给它安上，给它摁上就可以了。摁上以后再开，摁上之后它非常聪明，它就直接对头皮模式。而且大家能看到吗？它在抖，它自己会有这个震动。按摩，对对，它有震动的功能。对，但这个用的时候最好是吹干了头发，然后再按摩头皮，因为不然的话你容易把湿气吹到头里面去。对对，我觉得这个啊，对于我这样的人非常好用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是用完了那个头皮精华不好吸收，嗯，你就抹完了头发吹干，抹完了防脱精华，拿这个东西，精华它真是很需要，我很需要一些毛囊滋养液，就在那边就是怼着头皮，给你按摩，一边按摩一边吹干它，对，然后它也不会沾到枕头，然后又能够高效的打开你的毛孔，然后把这些精华按摩进去，非常好用，而且拆卸很方便。对于女孩的话，这个其实按摩头，我觉得其实就是更多，比如说我们。绑了一个丸子头或扎了一个马尾，嗯，然后绑了一天，哪怕不是一天半天，真的头皮真的是被揪的，哦，整个人就是会晕头转向，真的是会很难受的。然后我用它就是扎下来以后按摩，
就可以达到一个血液循环，然后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感觉。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最需要这种按摩的东西的。其实有时候我在外面洗头也是，他会给你做一个头部的放松。对对，但你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机会的。对，特别是女孩子做造型又多，各种绑啊、卡子啊、皮筋啊什么东西的，散下来真的非常需要一个按摩。是的。男生的话，有时候为了更快速吹干的时候，需要他一个疾风嘴，对吧？对。那这一款其实这个就怼着发根吹，就是特别快。就男生你要低着头吹你的发根，那头发立刻就立起来了。别看我头发没几根啊，你用这种方式吹完了之后，看起来头发可多了。大家都是好专业哦，欲盖弥彰的吹法。我跟你们说，就这个啊，就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就是无论你是要吹力你的发根，还是要给头皮做按摩，还是温和多功能智能识趣儿的吹干你的头发，它都可以做到快速的一个。哦，我等着你再说优惠，因为大家的期待已经到了。今天这一款的话，购物车当小黄车的小金桶已经上架喽。这一款在我们购物车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来置顶个链接好不好？我们弹一个窗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弹窗方式来选购，包括小花筒在购物车当中的一号链接。一号链接的秒杀价是169的一个价格，可以直接到手，包括可以快速帮你来做降温，让你的话更温和的来做造型。而小金桶在购物车当中的9号链接，今天小金桶的话会送脱毛器，会送补水仪，再送一个手持风扇，到手价是1699的价格。原价多少钱？来，我们看一下小金桶了，2000多，上市原价是2500块钱将近，然后今天是直接打到了1699，然后还送个400多的喷雾仪，再送一个手持风扇，这不还有个279的剃毛器嘛，就是刮剃毛器。对对对对对对，没错，还有一个499的一个喷雾仪给大家，还有手持风扇，三大礼物送给大家。头发、脸，然后这个想要刮毛都可以解决，但是好像如果只送刮毛器是不太 OK 的吧？没错，必须有什么的有，因为老刮只刮不脱，它会越长越凶，好像。是的，对。那我们待会的话也有脱毛仪来安利给大家。好。但是我刚想到哈，这一款小花筒的话，其实我刚才说它的这个风口温度能降温15度嘛？要不这样，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测试好不好？看看它是否能够达到它的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初试要求。来，我们送上测温器，包括其实我手里啊，我也随意的拿了一台吹风筒啊。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好随意啊！对，随都包起来了，贴成这样了，包起来了。来，这一款的话呢，给大家，哎，帮我搬一下，谢谢。好，谢谢。为什么要缠这么死？它这个是出风能够达到了一个降低15度的温度，对不对？好，这一款的话呢，帮我来连接一下，插下电。好，我不能发电。我来。我来拿这个，您来拿这个。对，这个线不太够长。好，你们俩先测吧，测测出风度。你们先测这个普通的。行，好。先测我这个还是先测那个？先测他这个。好，出声说话了好不好？对，出声吧，没事儿，直播间不是有随意的吗？你再吹了吗？对着他吹了，已经40度了。对，它会逐渐的会升温。高一点高一点。好，来对一下我们的镜头。好的，47。哦，超高的一个温度。53。66。哇，70多了，可以了。该着了。来，帮我关一下。好。70度的温度，那这样的温度其实对毛发来说特别的有损伤，因为其实在我当然了，70度我们老家是用这个来烫猪毛的，对对，是用来做杀猪菜的，这个温度是。好，来，倩倩，来给大家来测一下温度。这个好像没有差哎，我刚一直在开它，但是没有开了它。刚才电没通好。来，可能要对着我们的测试仪。可以再靠近一点。好。好，其实就是50多度的一个温度，对不对啊？这下边这个是温度吧？哎，对，上面温度。哎，它温度其实涨得很慢，但是但我在这儿的感受是，反正也听不见我说话。倩倩，你感觉会烫吗？它就是温温的，一直是温热的。关掉。对，
所以它的一个出风温度能够保持在一个恒定的非常温和的一个温度，对对啊，然后完全不伤您的一个头发。但是这个风其实比你那个要大，因为我刚才手一直挡在这儿，我怕吹的难受人家。然后你那个风其实是对这个风 是温度热，对，但是风劲儿不大，这个是风力是大的，但是呢风是柔的，柔的，对。那这样的话，它能够保持变化，它是持续维持一个大的功率同时，但是能够出的温度能够降温，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降温不降效的一个作用。是的，我觉得吹风机这么好啊。然后今天呢，就是倩倩也来了，不如就签了他吧也。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一台吹风机的话呢，是比如说小花筒在购物车里面有啊，在购物车当中的一个一号热门位的链接，到手价仅需169元。另外，因为今天倩老师来直播间的话，所以的话还赠送一个手持风扇给大家169，还有赠品礼物，这个是在我们直播间从开播到现在完全没有出现过的礼遇啊，所以今天特别特别的难得。要不这样吧，我们给大家也送个小礼物好不好？送到的话呢，给大家来送一下一个小花筒给大家好吗？来，大家可以扣出我们的口令福袋啊，福袋口令的话是发量富人，我们请导演来后台发一下福袋。好的，好，发福袋，发量富人。然后想要拥有非常丰盈的发量的话，第一个选择一款比较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吹风筒，另外的话呢也要懂得造型，吹造型。然后同时的话，请倩倩帮我们来倒计时喊出截屏，我们来送出一位粉丝获得您的签名照。从待会的话呢，到手的第一位粉丝哈，加关注加粉丝团，必须要有粉丝团的灯牌。来，倒计时，这是抽什么？抽奖，抽一个签名照啊，签名照。然后的话呢，福袋就发给大家，发一个小风筒。不是还有一个小金筒吗？小金筒的话呢，在后面哦，稍等一下啊、哦。来，我们先抽一下好不好？三二一，好，截屏，来看一下这是谁呢？要加关注加粉丝团，所以的话要往上推一下。这位名字叫做巴黎盛宴醉人的微笑，让大家看到没有点关注错过了什么，是哪位 ID 的名字？胡杨是三花手红品。这位朋友，因为你没有点击关注，错过了这一波由倩倩老师亲笔签名的吹风机，好吧？我们后面还会有抽奖的，签名照是不是？你现在只是错过了签名照，你有可能下一轮就要错过签名吹风机，怎么办？现在怎么弥补？马上点击关注，点击起来！好，现在该送什么了？快点名字。接下来的话呢，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左上角要去领一下，领取福袋，人人都有机会，都有这个资格领取的，但是要加关注，加一下粉丝团，才能够参与到直播间的一个抽奖的。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全场消费金额最高的，在今天晚上的话下播之前，全场消费金额最高会送小金筒一台。刚讲到送的是签名的那个对不对？签名的话呢，我们待会儿签名的单独再送，是不是？对对 对, 对，签名刚刚已经送过了啊，送过了是吧？不是才签了一个吗？哎，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待会儿。好的好的，待会儿再邀请你们好。好的，这样吧，举给我看吧。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发量惊人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有些毛发是不应该存在的，就刚刚讲到了脱毛仪。那脱毛仪的话呢，这样渐渐的话呢，平常因为皮肤会特别的好，那另外的话可能就像困扰比较少一些些，但是您会不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自己有的时候也需要用到的，拍戏的时候需要一些用到的一些场合，哪些地方需要做一，比如说我觉得这事儿我知道你大概要说什么，其实这事儿还是分人，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白白净净的时候看，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点毛茬也无所谓，但怕就怕在啊，我想白白净净的，结果毛茬越长越凶，选错了东西。是的，对。那今天的话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的话，脱毛仪就非常厉害智能了。因为其实大家也有试过啊，比如说平常会去到一些专业的比如说脱毛的一些美容院啊，去做脱毛啊。那今天这一款的话其实就可以帮助大家省下去美容脱毛的一个费用，但是拥有一台脱毛仪。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款的话其实它非常方便。因为的话我们看到啊，其实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特别的简单。第一个它的一个调节的话可以通过肤色来调节。第二个的话，在用的时候呢，因为它脉冲光的原理的话是用到了一个90度垂直温度，所以的话不会担心对你的一个眼睛有任何损伤。我们这样吧，我们请倩老师帮我们来体验一下好吧，来帮我来，也可以在我身上来做体验，或者高明在做体验。好那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我的手毛部分是有一部分的。那有些女生其实她有些手毛的部分，那在使用过程当中也特别的简单啊。来，我们请倩老师帮我打开一下好不好？开机状态。这个就是开机。对，就是一档吧，这个。对，是一档，然后你按。它就是可以调节有五个档位。对，我建议女孩子，因为其实女生很多人像我一样，我会怕疼。就是你可能就是比如说是可能揪我一下我都会觉得疼的那种人，然后比如说打针什么的我就更疼了。对，所以说就是
激光，有些人会说啊，一听说激光脱毛就会说，哎呦，那肯定那种有光啊，就会很疼。然后有人会说又怕烫啊，什么东西的。但这款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真的是在用的，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又好用，然后也很方便，而且效果也很好。对，然后就是女生如果第一次用的话，你可以先用一档开始，一点一点增强自己的就是适应力。对，就你慢慢适应这个哦，它有一点点热热的感觉，你觉得哦，它其实不疼，你就会慢慢安心的可以用更大的档位了。是的，对，来来吧，哦。你看他这地方就会红，我可是真的有点，我会怕这个，我怕他是烧我那一下。就是他感应到你的肉，你如果可以的话，它就会亮；如果不行的话就不行。哦、就有一块，比如哪感受到我的死肉，比如说他没有贴，比如说你没有贴紧，或者说你监测皮肤，你要监测皮肤的话，它可能没有感应到你。对，亮了以后你就可以按一下，哎，就打了。会有特别难受的感觉吗？它就有点像热，有点热，对，它就是温热，它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就是。电击，嗯，对，我用过一些，就是会让我有电，我想感受一下上面的档位，给你五档，你可以吗？来来来，因为我之前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拿五档给你试一下，一上去五档，他就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热度，他以为可能就是没有感觉的那种，就是、还好的那种，对对对。我感受一下，这个是根据你的肤色来做调节的，对不对？哦，是你想要的效果，效果更快一点，对，也可以，嗯，好，会很。我讲真啊，我是一个什么？我是那种做皮试能做哭了的人，这是我的疼痛感受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哎、小时候有没有被那个？他其实就是如果对我小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打火机的那个火舌子头被他电一下，这个比那个能弱个100倍，我觉得他真的、啊、那个有点恐怖啊！这个真的，因为我之前用过那种就是又烫又痛的那种，但这个就是热。然后呢就这样说，这五档就是最热，就是大家你会觉得最热，然后最有感觉的那个档位，我觉得是那种吹风机，你吹完了一遍头发以后，它不是风嘴是烫的吗？你轻轻的碰一下它的那个感觉，对对对对对，你顶多是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热一下。对，但是那个就时间真的很短，而且非常的微弱，而且一般女生我觉得你不是特别的怎么样，就是不需要用到五档那么高。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还是需要你，比如说半个月用一次，一个月一点一点持续的减少这个次数，而不是说你一下一次性就永久就没有就把这个毛给长了。其实它也厉害，就是你用了三次，基本能够减少85%的发量。对，毛还是要坚持，就是有规律的去用这个东西。而且的话，在你的对你的皮肤的毛囊来说，它也不会说去伤害你毛囊，它只让你的毛囊去暂时得到一个休眠。对，而且我自己，我身边有很多女生会有这种诉求的话，她们去了解，我收到的反馈是。脱毛的方法有很多，有脱毛膏，有刮刀，然后也有什么其他的蜜蜡这些东西。但其实大多数像这个刮刀啊或者脱毛膏啊这种会越脱毛越凶。就是下次长的会硬啊，或者说会黑啊。给我的感觉就是感觉会很疼。对，就还是会疼，因为它是拔的嘛，就还是会疼。对，而且用脱毛膏虽然不疼，但是很容易敏感。还有脱毛膏，它皮肤会疼。对对对，就是、那种扎的那种疼。对你感觉用了什么化学药品在皮肤上？对，还有的话，像脱毛膏如果用在皮肤的腋下部位的话，它会腐蚀你的皮肤。另外的话，你会有疼痛感会更加的强。是的，而且你脱久了之后会有那个黑点点在身上。但是用这种脱毛膏，其实用脱毛仪的话，它其实长久像这种 IPL 技术的，它通过光谱照射，你新长出来的毛啊，会相对来讲比之前的要软一些，一方面的话它长得变慢，一方面的话它的粗细变细，那久而久之基本上那个倩倩说的把一个疗程做下来，你的毛就会长的速度也好还是这个茁壮程度上来讲就是会弱很多。没错，对、啊、那今天的话这款同款的脱毛衣的话，建议大家各位爱美的女孩子们，如果说你自己跑一趟比如说美容院啊，其实的话也浪费时间的，对吧？一个下午就没有了，你跑三趟的话几千块钱，因为这一台其实就是跑两三趟美容院的一个价值，就是拥有终身的拥有一台脱毛仪，自己在家可以轻松可以搞定。那在购车当中的五号链接今天也非常非常厉害了啊，1997的到手价格，另外还赠送脱毛器，就是在脱毛时候需要先刮掉。哎，我来我要看到，我让大家看到赠品，来来来，第一个会送给大家这个刮毛器，先把它刮掉的一个刮毛器，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让这个脉冲冲直接它到。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疼是因为你毛就是刮掉了，如果你那个带着毛打，那是真的会痛啊。是它会有烧焦的味道。对，它会有那个烧焦的味道，用这个刮一下，然后还送什么？
来，还送的话一个手持的一个吹风筒，哇，好可爱。对，这个拍戏的时候应该会经常用到类似这样的单品，对不对？不拍戏，生活中也会用。也会用。夏天其实挺热的。嗯。然后的话，今天还送一个礼盒给大家，对，补水仪，对，好可爱，这个好好看，这是好看的红色礼盒装啊。这台其实价值499的价格，对，补水仪器也非常。这个正好，这反正送你可以用来记录你上一次脱毛是什么时候。这个真的很，而且质感手感啊，很高级，这种软皮子的这种，没错，其实打开就可以了。哦，哇，这不是之前很多年之前我一直是很清凉吗？嗯、变美丽，变好看，特别舒服，对不对？对。就如果说有时候夏天比较燥热啊，其实它你可以立马迅速的来补水，嗯、特别棒。是的。所以今天它上面还有个镜子。对啊，来有哎，化妆镜的你可以看一下自己变美丽，对，变好看，变好看，哎，来了，大招，你们一定要用那个蒸馏水，会堵塞它，也没有人会往里面倒橙汁吧？应该就不能，不要用一些爽肤水，矿泉水什么的，矿泉水好像也不太好，对，它有矿物质会堵塞，还是要用比较纯净的那种，对对对对对，没错，嗯，好，谢谢大家，这一款的话呢，我们的脱毛仪今天到手价1997的价格，在购物车当中，五号链接，谢谢。五号链接，同时还会送给大家一个水仪，另外的话还会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风扇给到大家啊。每次工作都是的五号，空手来满载而归。每次背背包一下子。哎，今天的话还是要礼物送给大家的，我们给大家送啊，我们已经给自己很多礼物了啊，送给粉丝呀，送给粉丝啊，给大家谋福利，我们大家再开一个福袋好不好？嗯，开一个福袋礼物送给大家1110的电动牙刷两台，开两个福袋，开两个福袋。另外的话呢，今天开三个呀。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宋老师帮粉丝谋福利？可不可以？三个福袋，我肯定可以啊！可以可以，好姐也可以。哇，你这个问题问的，现在怎么能说不可以吧？省钱对不对？不可以，还有粉丝，那三个我们一人一个分了，也是可以啊。好，福袋的话给大家发起来，另外的话待会依旧会给大家签送倩倩的一个签名照给大家。嗯，再有的话现在点赞，我们看一下。已经突破200万了，已经突破200了，这个门槛吧。抽奖啊，那就因为福袋在发当中，福袋在发啊，好好好，先抽掉，来给大家抽福袋，它风还挺大呢。给大家先抽一个倩倩老师的一个签名，那么口令是什么呢？口令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口令叫做夏日极光肌肤，夏日极光肌肤口令刷起来，待会儿有抽奖的粉丝，在我口袋倒数第一位有带粉丝登台，你加粉丝团的获得倩倩老倩倩的一个签名照。嗯，另外今天的话呢，我们现在点赞已经突破了209万了，来，我们到220万赞，好吗？给大家叠加加码福利啊！所以大家赶紧一边看直播一边点赞叠加，同时的话给大家来抽奖，为什么？啊，好的，我就害怕了，姐。好，红姐的签名照倒计时15秒钟，5、4，来，接下来帮我念一下好吗？3、2、1，甜品。太棒了，我们已经有默契了，我特别期待你张嘴就是3。0。好，这个的话是 Black 这个粉丝，他拥有粉丝灯牌，拥有到的是倩倩的同签名照一张，恭喜。同款签名照。对，然后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刚刚说到了点赞到220万的时候，会给大家，我觉得好事成双，咱们就2222，好吧？也可以，222.2万。好啊，好事成双，礼盒。这一款礼盒的话待会也会送给大家，一定要多多点赞。我们这个通过截屏的方式抽。对，这个截屏啊，直接送的是礼盒啊，222，咱不仅太棒了，没准一会儿多说一说就可能能送四个了啊。好，现在就210。刚刚的话呢讲到的所有的单品链接的话在购物车，比如说五号链接的一个脱毛仪，今天到手价1999，赠送小风扇，赠送的话还有我们的这个补水仪，另外的话还有一整套的一个这个刮毛器给大家。嗯，同时小金童的话也是有礼物的，小金童的话赠送礼物的是脱毛器加补水仪还有手持风扇给大家，卷发神器更是赠送到了一个补水仪还有手持风扇给大家啊，一定要多多来加油。这话说的，今天卖的东西哪个没福利，哪个没赠品呢？只看谁的福利更多了，对不对？哪个都是好东西。现在的话呢，点赞距离22的话呢还有不到8了，不到8了，不到8了，非常快了已经。怎么大家都已经开始刷夏日极光肌肤了呢？这个口令是，这口令刚刚的话是通过抽奖抽出去的，然后给大家哦，还在刷没关系，大家点赞就可以了。哎，我看到有人没点那个关注啊，乔小胖看到你了，点名了啊，抓出来，真的没点关注不可以的啊。好，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黄色标的就是点关注，还有几个赞，前面有几万个赞就能够达到今天的话抽出大奖的一个资格了。还有这个他也没点，对，22，谁的名字揪出来就叫22。好，蜡笔小新也没，两位蜡笔小新也没有，蜡笔小新没有，两位感觉点名了，茶的感觉啊。
倩倩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做到我们直播间，其实的话呢，也是展现了非常丰盈的发量。咱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一次直播的时候一次不看手机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个画面一直在打？然后两位也非常的熟悉对方了啊。然后要不这样吧，今天的话呢，我们是释放发量教人的，请倩倩也给大家摆几个 pose， 夏日的一个拍照神器，拍照的一个 pose， 好吗？好，来看一下，来五四三二，还有两个赛是吧？来，好，来五四三二一。哇，好绝！哇，第一个 pose， 第二个呢？哇哦，第二个 pose， 第三个，你可以站起来。需要，对，小风扇，这个风扇很好的造型哎。你快帮我在旁边收。这个风扇今天有，可以送给大家，怎么送呢？在我们的卷发。这个位置是对的，是不是？啊，还有小金筒也看送手。飘逸的造型啊，清爽的感觉，夏天告别炎热，拥抱美丽。第四个。比心啊，比心，太甜了。好，已经突破了222万个赞了。哇，送东西，送东西。好，口令的话呢，依旧是夏日极光肌肤。然后待会儿请倩倩给大家来抽出今天的一个。哎，他们这么多人都已经开始刷了，但是一定还是要加关注、加粉丝团的才能送。对，要不就换一个口令呗。也可以。我们请高敏来出，还是倩倩出一下？当然是倩倩、来，倩倩，好，口令。对。我爱飞利浦。好的，我爱飞利浦，好有创意。对啊，再换一个嘛。好，我爱飞利浦，大家可以刷屏刷起来了。好，来，我爱飞利浦，刷屏刷起来。待会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一款礼盒，里边有什么？我们亲笔签名，包括的话还有我们卷发棒的神器，对吧？同款的卷发棒神器，今天的话呢，799元。另外的话还赠送到了补水仪，还有手持风扇给到大家，开始了好吗？来，这两款的话今天也是有的。一个是补水神器，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小风扇给大家，这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抖音的官方旗舰店的开播大概小三个月的时间，然后的话从开播到现在的话，这款一直是正装在卖的，就是卖499元。今天第一次作为礼物送到了卷发棒，为什么？因为倩倩的莅临，没错。然后包括了很多粉丝来到飞利浦直播间说，哎呦，飞利浦开直播啦，飞利浦是正品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吗？所以今天的话倩倩的坐镇也是用实力来打 call， 告诉大家说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官方正品店，而且是我们美姿的形象代言人，而且的话也是特别的敬业，同时的话呢也是一直用自己的一个感受去分享好的东西给大家，对不对？最后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在造型当中的话呢，有自己的穿搭心得，或者的话在这个夏日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发型出街啊，给我们的粉丝们一点建议好吗？在夏日我觉得就是要用飞利浦的吹风机把头发吹得健康然后柔顺然后又蓬松，然后还要用郁金香的卷发棒，然后把我的头发就是卷的各种造型，就是非常的有女人味，然后非常夏日，然后随便甩一甩都好看的那种。哇，有女人味。对，而且在今天的直播间嘛，如果你今天出门夏日没有风怎么办？送个小风机啊，咱们直接自己就来，对，自己吹，对，立刻就来造型啊。手持风扇，今天的话，无论是买脱毛仪，无论是买小金筒或者卷发神器，都会送给大家，全部都会送给大家，所以一定要赶紧通过直播间链接去下订单。好，还有一分钟啊，就要抽奖了，朋友们，比买不起更可怕的是什么？倩姐知道这个购物语录吗？比买不起更可怕的是什么？是买不到，买不到，对，买不到，比买不起更可怕的。好，我按飞利浦刷屏刷起来了，给大家来截屏了啊！好，三二一，截屏倒数最后一位粉丝，看一下是谁，他的名字。哦，B友，来 ，BILI 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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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I， 来，恭喜这位粉丝，恭喜中奖了。嗯啊，好，那么你获得到的这一位，那个他是为主播点赞，他不是刷口令。那个倩 Jessica， 哎，这样吧，你们三位刚才一起睡劳动合同了已经，你们仨要不就都别干了。来，升级了，来看一下他叫 Jessica 的这位粉丝。对的，我们网上顺延必须有口令的，加粉丝灯牌的才能够中奖啊，所以。
是公开公正同时直播的直播间给到大家来抽福利。那么刚刚倩倩的一个同比签名的卷发神器送给你了，所以给你的夏日来做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造型和出街打扮。嗯，那么今天特别感谢，因为在六八期间的话倩倩特别忙，包括的话接下来还要去到剧组去忙各种各样的工作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啊，倩倩还有这个高明的莅临。那希望以后的话有空常来直播间跟粉丝们互动见面好吗？好，再次谢谢两位，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感谢飞利浦啊，让我们拥有了快捷、方便、省钱、优惠的美丽。然后我们直播间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各位如果想了解其他的单品都可以留在这边来对对对跟我们了解。哎，刚才那两位老板呢？我刚才不让他们去卖表了吗？我上一轮直播，两位老板在那一直说，真不错，真不错。我说这样把表卖了送给我。我感觉他们也想留在直播间，可以跟他分享更多的内容了。哎，所以这个直播间的优惠还会在吗？还会在。